OK， 等我一下，没问题。这飞机大家拢接大的，这袂甲恁骗啦。我还讲恁无买，人给恁试吃看卖啦，一百就好啦。来一百啊！试试看看一百块。哎，一百。有人要买一百的无？哎，一百啊！试吃看卖啊，一百块俩。啊，边一个啊？最后一个，上面无。哎，最后一个一百。最后一个一百块，上面几？来多钱啊？来多。谢谢。谢谢。来，再来要吃什么？谢谢。有要点什么菜？咱讲哦。会足济啊！有想吃什么吗？我是卖一包，恁注意听我讲。我希望恁这全部人家拢免买济，买一包当会食嘞，你就来啊，好不好？一包叫鸡薯条，内底吼用鸡肉落去做的，啊，煎起来就安尼生安尼。鸡薯条，一包要到一斤卖五百，卖四百，新价钱你也要两包，要三包，你家己讲，一包了。来一包啊！一百一百，我讲食鸡薯条，你做起来哦。来一个啊，两个，好吃。一个两包，一个包两包，可以啊。好，你会变个一个？一包两，一包两。一包到尾啊，基础条。一包你爱买哦。啊，你一包。多少？一百嘛。你冇只收条，你先买，你先买来哦。不要只条，你搞很贵。这收条啊，收条。OK OK， 再头条就开始。一包到尾啊，我基础条很好吃哦。经营公司做的，一斤真正好吃哦。要不要再加钱 ？OK。你要是买啥？来，我爸烧鸡。一包够买来无？剩只几包拢无啊？拢有啊吼。好啦，你也收着。来，到人要食贡丸，最后是五包。要食贡丸卖三包，你也五包啦。两包两个，两包两个，两包啦。一包够了。十包。哦，这个买 OK。这边两包。这边两包，我看两包，两包。哎，大林哥一包啊。哦，要讲完无？两包，来掏钱啊！我两分，两分，你摕一包啊！我嫌你一包，你。哦，来。这个两包，你。我要一个啊！无啦，你的钱哦，我挺有意思啊，你拢我了，你甲赚四包就对啊。是啦，我第一千五你，你都两包，两包，你倒两包。哦，你这边一分落去啊？好啊，你这边，好好，我见听我讲话了，我知啊。这两包找你，我来这，我四包，对，有无？你讲几个？对啊，头前搁一个。好，我来买好了。啊，一包。搁一包啊？一包几个？一包两包。对啊，一包一包。我边啊，我包起来。OK， OK， 好啊。一千多十八块，我直接拼一下。这绝对包，绝对包。我系走都无啊，开始包地盘。阿多上点济，伊这是葱烧饼，这一包十个，这同个真正太方太好食，加人加起司加火腿加加热狗，凊彩你加三百几啊，我收起来两百了。来两百啊！阿你啊，这包要送你啊，一个人加两百了。哎，两百。有两要食这葱烧饼的无？这好食哦。有两要啊无？两百块。两百。有两要食葱烧饼无？两百。拢有啊、哦，阿姐，葱抓饼哦，我卖过六斤厂商啊，这斤我自认为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。恁食看嘛，足香的，拢唔免加面羹就足香的啊。一百楼你试食看，食看嘛，一百块试食看嘛。一百块啊！食看嘛，一百块。试试看看，试试看看，卖足侪斤的过来，到底要怎？来个两个，一百楼食看嘛，真正食看嘛。一包。我这卖过六斤工厂啊，我自认为这斤是我第一名啊。你食看嘛，足香的啊，一百块够买啊，最后四个。一包，最后四个一包要来无？很好吃啊，拢有啊吼，都有了。来掏钱啊！最后三个一包要吃无？一百块嘞。来，有啊啦吼，都有了吼，谢谢。后来啊，你过来要吃啥？牛肉楼啊，牛肉楼对，你也去过。这牛肉楼拢二十块以上的牛肉，全部拢卖了，今炸三箱拢无哦。这一只五百，两只一千哦，啊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哦，全部三个哦，新价钱五百，变啦，三个了啦，四百了。来四百的，哎，有人要吃牛肉楼的嘛？四百块哦。哎，四百。最后两个四百，上面吃牛肉卤。哎，四百。大包二十块以上的牛肉，四百。啊，多少嘞？小明，四百够买啥嘞？四百。烧饼吧。四百够有人要吃无？哎。七八，到人要买一包当去享受哦，这一包哦，你加一料，规口十要吃拢有啊，两包有人要啊？两包，两包啊！你看我这单，看我这包牛肉偌好食。
两百了没有嘛？两百。两百。拢有啊，来钱了，收了，多听几钱嘞。来啊，过来买啥物？到人要食牛排，要食啥物？有人要点菜无？我这样吃没菜。我这样吃无。来，另外还免收啊，包起来好啊。我时间了，我这吃拢无啊，大我来讲，你吃五百我了。五百啊！我今日卖走五千我啦。这一包三斤半，蚵仔、辣子、猪肚、鸡笼，这种上简单、上简单、上重要，因为鱼翅鲍鱼，一点卖八百，两点卖千六，两个人加总共没有了五百了。来，老板啊，一个啊。来，到哪里啊？来，你自己去包掉过来，无搞。啊，伊还佫有。我只有啊。你啊，我先甲清掉。谢谢。我先甲清掉。五百够买来无？五包。五百还有要吃吗？最好一个你要刷啊。五百有要吃无？五百块。五百。五百有哪买啊？无五百块。有啦吼，三个人跟你妈买过鱼啊，我食看卖。两百块，你料上济啊，你绝对学落的啦。鱼啊，我有人买啊，无两百五。鱼啊，我。我两百讲鱼翅鲍鱼，帮我婆娘讲无两百五。两百五。有啊吼，都有了吼。也是。来，继续。这大家拢真正做好食啊。来，你有加一百手摇的。来，滚了。这免啥物油，大些都做好食啊。来有来一百块的，来一百啊！来钱啊！钱啊！这个银子鱼，来钱钱，这是八十几个的，这种画三百的，这种画三百的啦，这种含三百块的，我你送的，来啊！一百啊！来要吃啥？你跟我讲，够买啊？啥物嘢无？够来要吃鲑鱼的，来鲑鱼下巴好啊！这鱼啊，刚才在买者，鱼啊，给了给了，好啊，不过鱼先来，我要鲑鱼下巴。谢谢谢谢。以后我来讲，要一个人加三百了。三百啊！买三百，两百三百，三百哦，你唔免三百啦，两百了。两百啊！两百了，咩啊？两百了，咩啊？大只啊！两百块了。我叫我再来。最后一个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最后一个七十块，到咩？七十。七十啊！要变咩啊？八八。我跌到我。来加一百红沙，你话收几？你话留几？红沙烧，你要骨来咯，骨骨。来，带沙发先。鸡下来啊，鸡啊，鸡啊，骨来咯，你就好做啊。啊，但系这我未调，你这骨来啊，刚刚啦，吼。诶，我系。一千八，一千八，这红沙鱼啊。诶，红沙哦。是，我来讲话，你偷听我怪啦，你偷听真系绝对有人要啊。这霸王蟹你又要来一千五啊？偷听我跟你讲，目睭退冰就是安尼啦，这别个你变这比现老低咧。这三百只啊，这五百了。来五百啊！七百五百，两百五百，三百五百，四百给你，来五百给你，五百块三百只。好钱，五百啦！六百给你啦，来五百。我是六百啊！七百了，七百了，七百啊！一个五百。来五百啊！七百啊！再等我，再继续。三百给你啊！四百给你啊！五百给你啊！六百给你啊！来多一只，七百给你，来一个五百，三百五百。哎，五百啊！这种无钱的，这种吹八成鱼的。五百够买来无？来，三百了，好食袂了，买三百。三百啊！有人买三百的无？来，这下家给他抱一包冰，装玻璃个，下家抱一包冰白鱼啊嘞。来，到人买三百块，有人要三百块的吗？三百。三百。红沙三百，拢有啊、哦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全部拢会食了，一句的。六百全部拢会，你豆豆食。豆豆吃无，真正鱼生，真正鱼生我哩，就买豆豆吃，慢慢吃。哦，来你看，我计是一百，发六百，伊甲你发六百，六百了。嘉音，你甲边仔了红包给我做。来，大只摕好食重哦。等下倒满一下，好。哎，无问题哦。红包你若讲没有话讲歹势，全部没有，该你挂了。啊，主要是我好讲啦吼。有啊，这想法真多啊。你要想好无？你看一下 ，OK， 好好啊，放嘛，大家公司那个箱子哦。你无，你先开一个箱好无？这个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这个弄，抓箱好。你那个小伟，你包那个现在推出个三个底啊啦，哎呀，现在装备包给个面顶哦。你在推出个底啊，人家都徛袂好啊。来，我好厉害，你先在这。系啊，你无，你在推出上一边哦，人家徛啦。来好，来加你个结账，你个咧结账。你讲人要食套餐，全部装起，一个人加装包一千块了，一千块。来签了。这，你也跟你讲起啊无？我操，这个好蛮好的，拢抢啦，这个。这个是大方啦吼，你当然我小外国爱用我盘的水哦，伊这内底有两包，
哦，一包卤汁，一包红包，两包退冰倒落去冬天啊！你要下落去冬天啊，电锅内底外锅，你也先倒两碗一包的碗的水，一粒卖一千，卖八百、七百、六百、六五百，啥物啊？来五百啊！这粒红包你买五百，这粒小弟也无买，这粒下里了，一个人给装包五百块，啥物啊？五百。五百。有人要食红包的嘛？头前。包头前。咩啦？我来讲，起价我无来去，两粒红包装起冰起大大只，四百了。来四百啊！四百块啥物啊？四百块，两粒红包嘛？四百。红包两枚，我四包。来，哇，这是两枚，不快哦。四包，两枚，四包。啊，你两包，你买几两？两包。来一个啊。来，我四包两包的。吃好吃哩。两枚。你个边个肥皂？你个看无？你当时鱼啊？好好，我再给你收好。来，来，到你四包的时候，我哩。红包两枚，红包。来，今天两包啊，我出关键啦。来，这边两包。两包最后三个。哎，两包啊。来，到你两包。我两杯吃无两包。红包够两杯有无？两包。两包，拢有啊吼，来收个，来一千的找八百，好，等一下八百。这个红包你若买着的人吼，无落到你搭钱，也结果拢过啊。是你讲多，只毛到毛，来你买出来毛，一只毛就过了啊，免退出啊，毛就冲过了啊，姐。哎呀啦，讲看下啊，退啊嘞，带你退下落啊，伊会解毛，看你退下落，毛就先一只过了。多谢谢啊，新年快乐啊！你们要吃啥？你讲。要连补哦，爱稍微点，大要连补啦。连补我等我者，好不？你要吃牛，你对牛肉有兴趣的手下个牛肉，我今仔做侪牛肉，敢有人要牛肉？牛肉。牛肉无兴趣。无麻豆嘞，叫无麻豆。来，今仔要吃啥？要吃啥？这内底够有吗？阿爸，什么阿爸？姐姐，甲对个，对你。